你的爸说让他去吃东西，他刚好坐在那个树坑里边。好了，弄了两下，过来吃饭吧。吃完饭再说。哎呀，胡萝卜，快掉走了！左上角附带，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啊，可以分享一下直播间。这会儿是咱们大熊猫灵岩的早餐时间，看这小造型。胖岩现在吃窝头吃的挺不错的，自己拿起来，嘎嘎就吃了，也不搓脑袋了今天。他的腿缝这块正好掉了一块窝窝头，一会儿看他能不能捡起来给吃了。就在干嘛？给胖岩拍写真呢。胖岩抠着自己的脚，说：“给我拍好看一点，拍帅一点。”对，亲妈粉，这两天熊猫馆就是被这个快门声给包围了。咔咔一阵拍，胖岩慢慢诞生了很多帅照。胖岩的脸好白呀，这样看太可爱了。对，这个大圈圈是饲养员给他放上去的，想锻炼一下胖岩，看胖岩如何把这个圈圈给他取下来，锻炼一下胖岩这个小脑袋瓜灵活不灵活，一会儿看他怎么搞啊。他刚才刚出来的时候就试了一下，推了推，玩了一下，然后就过来吃东西了。胖岩的脸挺干净的呀，多白吧。左上角的附带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啊，喜欢灵岩麦麦的朋友都可以点个关注，点关注不迷路。这个圈圈它不好弄下来，你们看它应该是挂在那个树上的，上面正好有一个那个比较有点还有点小粗的那个树枝挂上去的，所以它取着是有一定难度的，不过应该难不倒咱们这么聪明的灵岩。感谢关注。胖岩说平常的那个玩具玩起来没有一点难度，让奶爸给他加大难度了。奶爸今天就给他整了点小惊喜，他还看呢。对，早餐时间，旁边还有个萝卜呢，吃了一肚皮。刚才看麦麦吃窝头，麦麦吃完之后肚皮上还是挺干净的。胖岩的嘴有点漏，因为他不仰着脑袋吃饭。这些就养那个小鸟可好了。手机啊。哎呀，真帅！对，就那个小鸟，它就最喜欢来熊猫房间吃这些窝头碎屑了。这声音真清脆。熊猫能吃红薯吗？有的会吃，有的它不吃。躺下了。你看他吃饭还得看一下旁边那个玩具，这小胸脯，对手还抓着脚。他和麦麦吃饭都喜欢手抠着脚吃。胖岩霍霍鸟呀，他之前还抓过鸟，那个鸟一般他不敢过来招惹胖岩，胖岩是很凶，那个鸟一过来胖岩就盯着他要去追他，那个鸟就吓跑了。有脚气吗？你有口臭吗？对，这个是胖岩。胖岩刚出来，又开始玩他的玩具了。元旦人挺多的。那小尾巴开关又打开了。圈圈那个是他的奶爸给他放上去的，又躺下了。
胖岩的玩具，早上奶爸把他们都给拽上岸了。这不是床、河马、滑梯、圈圈、球球、车，这都在上面。旁边，胖岩旁边还有个粉色的小象，树上还挂了个无敌风火轮，都等着胖岩一会儿吃完饭去给他们互动一下吧，宠幸一下他的玩具。感谢关注，先让他吃一会儿啊。咱们早上出来这段时间呢，就是先吃饭，先垫垫小肚子，吃完了再开始其他的活动。踹沟里，对，咱们刚才看的那些玩具，他们的最后的归宿都是底下这条沟，底下还有这宽可宽的沟呢。一会儿胖岩统一把他们扫荡下去。大家早上好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的官方直播间。熊猫的智力分熊猫吧，熊猫像胖岩的话，你们觉得他像几岁的小孩？我觉得胖岩应该有个三四五岁，差不多四五岁。就平常观察胖岩，根据他的行为来看。两岁，三岁最多。白养嘞，怎么可能？八岁，三岁，五六岁，调皮捣蛋。胖岩他应该挺，就看他智商嘛，他应该挺高的，挺聪明的。每天中午那个时候他会演戏，会拿捏奶爸。感谢关注。现在秃了，咱们现在也不是，有的地方有点秃，这个地方还是草，只不过变黄了。有的地方被他们盘秃了，到春天的时候会撒一点那个草籽儿，再补一补。感谢关注，胖岩开始检查地盘了，随便对付了两口饭，还惦记着他的房间呢，惦记着他的玩具，赶紧下来检查一下房间。看一下他的战车绿坦克，赶紧坐上去。哎呀，好久没见胖岩坐在坦克里边了，看着小屁股撅在外头。他那个车座子不知道给他补上去了没有，他那个坦克上面本身有一个红色的车座，但是被他给抠掉了嘛，抠掉应该是装上去了。我看房间里边没有那个红色车座的身影，应该是被奶爸给装上去了。等会儿找个角度看一看上面有没有。胖岩无证驾驶，无证驾驶咋了？你来抓他呀。感谢大家点赞，大家边点关注边点赞，每天都有熊猫看。左上角的福袋一分钟的时间啊，都要开奖了，大家可以参与一下。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听见胖哟，都忘了胖岩这解放了一棵大树呢。看他今天出来会不会爬一爬。先啃一啃自己的爪爪，应该爬的可能性比较大吧。他前两天出来有一天他都没爬树，这棵树他爬着确实比较费力气吧，他得好好的想一想，酝酿一下。这有几天没出来了，他出来肯定要释放一下的，肯定要爬一下树的。这是他的大圆床，上面已经伤痕累累了。来个滑梯，这滑梯上的雪已经化没了，干干净净的。上面还有胖岩的小推车，哎呀，胖岩的小冰床也化了。前段时间他这个上面都是一层冰嘛，他的小冰床这两天出太阳了，给他冰都晒化了。这么会享受呢，就往上一躺。胖岩吃他的那个陈年旧菜呢，这应该是他上回出来在上面剩的那个竹子，他给捏起来吃了。胖岩挺恋旧呀。麒麟臂，他胳膊确实挺粗的。
竹子高，对，他竹子都在外头待了好几天了。迷之姿势，他特别喜欢，就是跑到上面的时候往下一躺，特别可爱。哈一哈，标记一下，这个是他标记的老地方了。看胖岩这身材 S 型的。下去溜达了一圈，还是回到了最初的这个地方。他现在看的地方，那个是个树坑，他经常在那上厕所。那个坑本来没那么深的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胖岩经常在那上厕所嘛，然后他就是变得深了一点点。哎呦，胖岩说我要开始咯，开始搞这个玩具咯。对，来八卦的。为了锻炼一下咱们灵岩，看灵岩怎么把它薅下来啊！我自感觉这玩具今天小命不保了。妈呀，它要往上爬！哎呦，这圈儿挺结实呀！妈呀，灵岩啥都会呀！行，这圈质量不错，咱胖岩高低200多斤呢，他钻上去这纹丝不动。哇，他把自己给套里边了，真厉害。这个圈是饲养员给他放上去的，他要自己能放的话，胖岩就要成精了。对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直播间啊，胖岩真的让人意想不到，他这么厉害还能把自己挂上去。他弄不下来，他就下来去别的地方玩了，上坦克了，转移目标了，扫荡别的玩具。哎，你给我下去，你也给我下去。下钩一号、二号，下一个会是谁呢？哎呀，戳住了，戳住了，慢点，慢点，戳住咱的大腿钩了。下去三号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熊孩子，你看他弄不下来，他冲着玩具撒气，一气之下爬了个树。熊猫他们都是有脾气的，跟小朋友一样嘛。给孩子气的上了个树。哎呦，这太好看了，太可爱了。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的官方直播间。他为啥生气呢？因为这个奶爸把他的这个玩具给他挂到树上了，想让他凭自己的努力把它弄下来。他刚才弄了半天没弄下来，他就跑下来冲着其他玩具撒气了，对着其他玩具就是狂一顿揍呀。然后一气之下他就爬到树上了。你们看胖岩的小肚子，他坐在那儿的时候，然后从他平坦的小胸脯上咣的一下，他凸出来了一部分，那是胖岩的小肚子。他不往上爬了，下来了，上去缓一缓又下来了。啤酒肚一坨，看着可想上手去捏一捏了。他经常爬树的，他基本上每次出来他都要爬一爬。下来了，不想在上面了。哦，隔壁是麦麦，他在看麦麦呢，暗中观察。呀，你看他麦麦动一下，给他激动的呀。哎呦呦呦呦，哎呦。麦麦说这熊孩子整啥呀，给胖岩他又给自己激动跑了。麦麦在原地懵逼呢。
不能说这个，妹妹在原地懵了。那呼哧呼哧跑的，哎呦，哎呦，这还是光胖爷搁那儿拍，那要是麦麦一起拍的话，那可吓人了。两头熊拍玻璃，谢谢分享。大家没有点关注的，咱们把关注点一点啊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每天都有熊猫看。这边还有个小象。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呀呀呀！哎呦呦呦！妈呀，这小象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呀？他要经受这些，推着象跑。出来就是一阵叮了咣当。那个圈是他的奶爸给他挂上去的，想让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想想办法，然后去跟这个圈圈玩一下子。他也玩了一会儿，他刚才整个熊都上到那个圈上去了，他和圈都挂在树上。呀呀，胖爷出征寸草不生，你看这句话是不是挺准确的？他一身的熊劲儿。对，出来就撒欢了，休息一下。现在人不算特别多，想过来玩耍的朋友，有需要购票的可以看一下右下角的小房子啊，一号链接一票全含，包含了所有的必销项目。大家有需要购票的话，可以直接在直播间下单，直播间购买着比到现场购买优惠，使用起来也方便。直播间买完之后直接扫码进园就行了。还是这个爬着顺手啊，爬着方便一些，简单一些，三两下就上去了。哦呦，小屁股往这一坐，充电桩，这里是胖爷的充电桩，他往这一坐，胖爷是快充，坐个几分钟就充好电了，还得掉个头，换一边，扭到这边坐。林烟和麦麦他俩上班很早的。他俩很勤快的，每天早上五六点他就起床了。感觉他很像熊二，特别虎，是不是？胖爷的性格就是那种调皮可爱，调皮捣蛋的那种。精力比较旺盛，喜欢玩，喜欢吃。中午几点？中午到十一点差不多他就加餐了。但是昨天中午他没有拿捏奶爸，他自己就回去了。喜鹊来了，朋友们。小喜鹊飞过来了，不知道他们一会儿会不会飞到胖爷妹妹的房间找他们两个，又跑走了。那个喜鹊之前过来逗过胖爷，他故意飞到胖爷跟前，胖爷想去抓他，他就飞走了。他这样飞了两回，给胖爷气的呀，在地上打滚。感谢分享。标记一下他的水池子，早上这会儿他就是先 happy 一下，又跑起来了，停不下来呀。他不是唱歌，他是哈哧哈哧哈哧，这是他的喘气声、呼吸声。熊猫本身它体型稍微大一点，它的呼吸声就有点重，再加上它现在在活动过程当中嘛，运动量比较大，所以它那个呼吸声特别明显，大家能听到它哈哧哈哧的声音。哎呦，又过来搞这个了。哎呀呀呀，胖爷悠着点悠着点，我感觉它要把这个拽折了呀。给自己套进去了，
哎呦，这熊孩子。哎嘿嘿嘿嘿。看胖爷整活给我看的都不敢吱声吱声了，胖爷太厉害了。再上一个，对，心惊肉跳，上去再休息一下，上去再缓一缓。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把左上角关注点一下啊，这里是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的官方直播间。一大早就使不完的牛劲儿啊，给他累的呀，那小肚子都呼哧呼哧的，赶紧休息一下。这里是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啊，看到他的呼出的白哈气了是吧，好明显呀。我说他爬上去是在看麦麦吗？应该能看到。他在上高点，应该差不多。早上外头天还挺冷的，他又往上爬了，上面还有一节呢，上面这个就比较高了。他每次爬完就是一整个树，他就还挺累的，这个比较费力气。感谢关注。上高点，这有点高了。它也是熊猫，它们就比较擅长爬树嘛。但是比较高的树，它们也会格外的小心的，格外的注意，格外的小心。他在看啥呢？哇，胖爷每次爬到这个特别高的树上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它是一个。就是那种王者，特别有王者风范的感觉。他不往上上了，他要下来了。他上去检查看了一下，检查了一下，他就下来了。大芝麻虫子，胖爷他有时候像一个大毛毛虫，胖乎乎的大毛毛虫。这个树。其实有的熊猫爬的树比这个还要高呢，十几米的那种。熊猫它们比较擅长爬树。对，身手敏捷，非常的矫健。胖爷运动天赋特别强，他就特别喜欢运动。他的肉好结实呀，对。胖爷是猛男，肌肉猛男，哈哈。累了歇一歇，劳逸结合，一直运动他也挺累的，咱们能听见他那呼哧呼哧的喘气的声音。累的话咱们安休息一会儿，恢复一点体力。感谢大家的小礼物。对，捡到宝了。胖爷从小就是一个潜力股。那边也是他经常标记的一个地方。他在那儿闻一闻。咱们左上角福袋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就要开奖了，大家没有参与的朋友可以参与一下。检查挺认真呀，看他那个嘴巴还在上面哈哧哈哧的。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哎，我咋听见隐约听见林烟，感觉他奶爸在喊他呢，喊他吃珠子。啊、哦，奶爸在那个门口，给你们看一下，那个门上不是有个小窗口吗？奶爸喊他过去，给过去吃点饭，看他刚才活动量那么大，去吃点东西。这会儿消停了，歇会儿。他听不见。那胖爷说让我再玩一会儿。玩够了就去吃饭了，能领盐呀，可以领盐。装听不见，他这个地方他刚才才标记过，还得再标记一下。
你的小屁股在上面。中午现在不好说，胖爷有点那个要跟奶爸和谐一下的那个意思。他昨天中午他就没赖床，他提前去门口等着，等着回去，不怕腻了。里边有水，只不过那个水它是一个池子底，还没流那么多。早上山里边挺冷的，他应该不会下水。你看他这会儿刚玩了半天，他应该挺热的，但是他没有下水，就早上还是挺冷的。中午的话，太阳出来，它热的话有可能会下水，早上有点凉。他今年六岁多了啊，今年八月份他就要七岁了。栾川来这儿上厕所了，他还特别喜欢来这个树坑里边上厕所。尿了，尿挺快呀。胖爷吃点饭饭吧。胖爷说这会儿不饿，饿了就去吃了。没找着感觉，换个地方。这会儿可能是没内存了吧，没库存了。喝点水，胖爷渴了。喝点水，刚才那一顿操作，哎呀，他车座子在这儿呢。这个红色的板板是他的车座子。胖爷呢，刚才那一顿操作下来，确实得消耗挺大的那个能量的。喝点水。胖爷有时候叼着这个小粉，叼着玩。小红吧，叫他小红。这动物园在河南省洛阳市，名字叫做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。没，他喝水呢，比较渴，喝点水。咩咩叫来。这个票过年也是这个价格，直播间买完票之后呢，从你买的这天算起，七天有效期，七天内任何一天过来玩都是可以的，不来的话呢，这个票还可以随时退。你要打算近期这段时间有想过来玩耍的，咱们有需要购票的话，直接在直播间买就可以了。直播间买价格比较优惠，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。奶爸喊人挪那个啥挪车呢。哎，他上哪儿了？奶爸去运那个竹子去了，运竹子那边有个东西挡住了，他运不过去，挪一挪。又捡了个啥吃呢？明艳，还得再标记一下。感谢关注。你们真的不懂吗 ？CZZ，CZ 不就是吃竹子吗？对吧？吃竹子，多好懂吧？这你们都不知道。早上好，大家早上好。
吃竹子，你们拼一拼是不是？吃一吃吃不竹子，吃竹子。搞得那么神秘，还整个缩写。屁股上有个坑，哪里？他屁股上没有吧？他那块毛毛可能比较瘪。哎呀呀呀呀！这是个小粉梯，他本来想往上上的，结果给他踩倒了。除了吃就是睡，熊猫都是这样嘛，熊猫都喜欢吃，都喜欢睡。就咱们显眼包又来搞这个了。胖岩总结了上上次的两次的这个经验总结，不知道他下一回再搞这个会不会采用一些新的方法。林岩不是普通熊猫，林岩是个别熊猫，林岩是比较突出的。哎呦，标记一下，胖岩可聪明了。他不是房间各个地方都要标记吗？什么树桩呀、石头呀，还有那个水台呀，他都要标记。有的地方是那种比较光滑的，他屁股就怼在上面标记。像他之前也标记这个地儿，这个地儿他上面有点拉屁股，他就是不挨住那个，他就是隔一点点距离，他就隔空标记。那可逗了。做个样子嘛，该有的流程还是得有的。嗯，这个地方轻轻的蹭一蹭，你们看他有没有碰到。哎呀，此画面不太适合未成年人观看啊。少费劲，这样还满足不了你吗？还得放大看。哎呀，你看，你们看一下，奶爸在赶来的路上，刚才在喊麦麦吃饭呢，不知道林岩是不是听见了。赶紧坐这儿吃两口，免得一会儿被奶爸说说他不吃饭，光出来光知道玩，赶紧坐下吃两口。